税捐处变国税局，那个税捐处跟国税局合起，财政税务局，心里有东西。前方南宁港，南宁，台南县，南宁港，啊，南宁，瀛洲宝岛嘛，南宁宝岛南部，南宁港，这个以前的台南县政府。台南县政府在新营这边，啊，中山公园那边日治时期还有神社，神社后来拆掉就变成盖新营医院，现在的新营医院，属立新营医院。那中山公园后来叫南宁丽都心，南宁丽都心。